采的吧？嗯。哎呦天哪，没少采呀、啊！小帅哥也卖八块钱。啊？你今天本身就比我多。那么老多了还？哪有你那高？你那实上。嗯。今天比昨天得多十多斤。能啊，不能？不能啥呀？你别谦虚啊！昨天吃这袋子吗？不是，昨天吃这袋子。大姨，今天上山感觉咋样？还有肉，挺好的。哈哈哈！累不累呀？明天继续。累吧，肯定是肯定得累。累肯定得累，反正回家睡觉能缓缓。不累吗？这家伙，关键你精神早无这是。哎呀，给他整平了，背着也得劲儿。看我能不能不行，你可别背了。姑娘，不是你收不起。来，一、二，哎呀，别回家，腿都不会走道了，太紧了吧？我再背背就松了。哎，我现在这么一，你看你半天踩那鞋，我在上面绕了一圈，给你打点水回来就踩那鞋。哎，没了，等他一会儿。行吗？能背着吗？爸，你不行，快放下了啊！三，我三了啊！别闪着我腰。肯定不行，今天太重，十来斤背不动，二十来斤我没事儿。蹲了你这，哎呦，我老爹的，哎妈，你这么得有60-70斤，得有。昨天50斤到那个，50斤那松子我能拎动。50斤没多少。你看他这个，他这个我拎我有点吃力。50斤，现在就等我小舅了，我小舅又下去遛了。我爸给你换好了，40分没满兜呢，差一点。那你再去磨10分钟。那边小丽，咱们都不少踩，这上面这怎么它都有。一下就起来了，周起来。不用，还背90斤，我都那啥。你那时候多年轻，现在多。现在我背这点玩意儿，两个之后没有劲儿了。不用，他们准备好，来，慢点，快，背上啊。哎呀，这队长就是厉害呀。轻比你还少啊！哎呦，比你再少10多斤。我这50来斤。穿这下好下啊！你慢点啊，立抖立抖的。压着吧。你上手吧，上手吧。跟那同事。热。八个里拔了两份，看看谁的袋子最大。这么一瞅，我舅的袋子最多。哎呀，真幸福！幸福啥呀？采的菜多呀，多高兴啊！累点儿高兴，你看累的这满头大汗。你要踩不着，那不是更难受吗？你不戴帽子了呗？没事，走吧。戴帽子拎的很累。下次别踩这么多了，少踩点儿。你个贪心的老头子。我爸是踩62斤。505，你才56斤，是吧？28公斤，好奇我踩多少斤？我踩的速度挺好的。有不到，里边没有啊？42斤。哎呀，也行，300多呢。嗯，我挣钱。42斤。好，谢谢。没给我多吧？啊、哦，没多，我挣钱了，350。哎，真的，随便抓一把，你看，多好粗。那欣赏。这两大袋子都是是吧？这三大袋子都是。哦、三大袋子，哦，这还有一大袋子。我的个天哪！那是我踩的，我棒不棒？太棒了！我跟你们去，你们给我个方便袋就行，我能把那一方便袋踩满。都是我的菜，那踩的相对整齐一点。对啊，每次就是同一片踩出来的，它就是比我的好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嗯，今天给你包个新鲜的黄瓜香包子。是啊，之前你们给我发面了吗？发面了啊，包。你这么油着油着。我浪费一根吗？哎，浪费。我在山上啊，看这一抓一把，就这么一油着。浪费一根。你闻闻。你自己，哎，真的是自己整碎的。嗯。
哎，祸害我两根菜，真的是清香味儿，藿香真的是所有人都能吃。中间这是我的哈，刚才我倒的，是不是？确实挺好。短粗胖哈，就像你媳妇这样式的哈。这个是小叨叨采的，这采的也可以，也不错了。妈，人准备结婚三天回门呢，这还什么回门呢？直接就上山了。嗯，对，背烟片的也输了，翻进去了。妈，嗯，今年咱也不大整，这些都咱自己采的，还搅啥根儿？不搅不行吗？你这玩意儿，反正你就说它也不耽误吃，太费工了。其实搅都没搅多少，这个。往年它有收的嘛，收的它有老根子，这今年都是我和我爸采的，我俩采的时候都可注意了。嗯，我觉得采的都挺好的，咬化口就跟咬苹果似的，咬一口苹果完了就用这样式的啊。嗯，但是吃不耽误，你要说不嚼这也省事儿，这省老事儿了，属于一根一根数。就是跟大家伙说一下，我们今年呢主要是大家伙看着了，这都 没找太多人过来干活。张阿姨是追寻幸福去了，然后我高阿姨呢，她是阳了之后她上不来气儿哈，她这年后就也没过来干活。今年家里就我妈，然后大姨这是正好我过来结婚也来家里帮帮忙啥的。今年呢就是小来小去的，就自己家弄点儿，然后自己家干吧干吧。然后主要的话我们都是找了那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做野菜的这个厂家，然后跟人厂家合作哈，他们按照我们的需求去生产野菜。让我妈上那边接东西。然后所以我寻思就家里这个生产模式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听大家伙呢，你们大家伙是觉得这个刀口绞了好，绞好呢，还是不绞好呢？我是觉得不绞就那么地了。虽然往年都绞，但往年收的菜多，咱为了一根一根的把控质量。对。然后今年呢，它不一样了呀，它是我们自己采的，我们在采的过程中都已经把控好质量了。就不用这么一个个剪了，这菜耽误事儿了。听大家的，看大家怎么选。然后今天的菜我们该剪还剪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这个视频发出去，看看大家伙的意见。然后大家伙说剪我们就剪，大家伙说不剪我们就不剪。